关系哦，所以呢，导致我们国内的经济，还有我们公司部门呢，相关的活动都相继的来取消哦。那影响到我们庇护工厂，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机构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来源哦。那现在呢，疫情已经趋缓，那县府呢积极规划了多场次的一个这个行销活动。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十家庇护工厂。身心障碍团体机构，那一起来这边来设摊哦。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啊振兴券，还有我们的农奴券，以及呢我们即将要来准备的中秋节的礼盒哦，可以在这边哦一并的来做啊相关的一个这个促销哦。那首次呢啊这次呢我们也推出了庇护礼站的一个礼盒，欢迎大家都来采购哈。那用振兴券来照亮我们的这个庇护工厂以及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经济哦。这次也有推出这个啊，四家庇护工厂有用来消费就享优惠的一个口号哦，包括我们有这个真的是拿到五折哦，六折哦，六折的优惠哦，送满额礼哈，送满额礼哈，然后呢免运费，抽机车。单笔消费满500块，当然可以配合彰化县政府现在所推行的这个啊彰化振兴的方案哦。那月月抽大奖，还可以这个彰化一日游，回到县长公馆吃彰化的美食哈、哦。那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真心良品有购站哦。那这个前100名呢，可以享1万送2000哦，所以等于也打八折哈、哦。那这个的早鸟回馈来，欢迎大家及早来这个登记哦。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机关团体哦，还有我们的公司行号哈、哦，这个一起站出来，一起来响应，那做爱心公益，用最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哦。大家呢全力来购买我们的这个庇护工厂，或者我们这个身障团体的这个啊礼物呢，购买就是对他们的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一个机会，特别感谢我们县长还有处长大力支持哦。因为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在这半年来，其实针对庇护工厂劳动部推了非常多的措施，不管是人事的补助、租金的提升，甚至到我们现在走到了振兴阶段，我们针对每个庇护工厂都有提供20万的行销费用的补助。那包含现在我们发展署也正在推行一个振兴良品有购站的活动。那在这些一系列所有的活动中，彰化县政府永远是冲第一哦，每一项都是很快的去执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庇护工厂都可以优先的拿到我们政府的协助。在疫情严峻艰困的时刻，看见了庇护工厂以及身障机构所面临到的冲击以及影响，所以就主动来关心帮忙我们，特别就委请了我们劳工处、社会处来办理今天这一场振兴示范过庇护优才 AP Go 的一个推广记者会，盼望借助我们在座的媒体记者小姐、先生、社会大众，能够多多来采购我们庇护工厂的产品，还有我们身障机构的礼盒。3000元就免运费，然后买50盒赠送1盒，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订购喜乐的中秋礼盒，然后帮助我们里面的服务对象呢，他们有零用金的收入，然后可以去圆他们的梦。这边，小孩子，还有这六折，小孩子，500，500啊。啊，500，600，有多少？不在多少？啊，只有三，现在只有3000都被我们拿出来。3000快快快！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贵宾也会买。多少？这多少？算没？打完6折。500，590。不用找了。